张伟丽，我真的已经尽力了，很遗憾，但我不会放弃。张伟丽与罗斯的二分战结束，尽管拼尽全力，但张伟丽最终还是遗憾败北，未能拿回金腰带。赛后接受采访时，张伟丽说，我真的已经拿出自己的力量了，但罗斯做得非常棒。再者，我恭喜罗斯，非常高兴来到麦迪逊花园参加这次比赛，我非常感激能有这次机会，很开心很多中国粉丝专门来看我比赛，也很感谢看比赛直播的观众们。上一次我倒下了，非常想通过这次努力站起来，想要告诉大家，当遇到困难时要面对它。很遗憾没有拿回金腰带，但我不会放弃，加油。